贫，烦恼都在心。事儿呀嘛事儿不平，心呀嘛心不平，这不平那那不平，处处有不平。嘿呀呀嘿呀呀，心经万事经。嘿呀呀嘿呀呀，心平万事老师。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把手伸出来。把手伸出来。啊，那只。两只。过来。过来。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，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？一个不说话，一个不露面，既不诵经又不拜佛，真是怪异。
师父。啊，海光啊，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，老衲竟然不知。你去把他请来，啊。是。妙石，嗯，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。对。师父，大师父，哎，师父，大师父，师父，大师父，大师父。大师父，大师父，哎，大师父，师父不好了，他们正在到处找你，叫你去见住持长老。啊，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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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父，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？不必，不必，不必。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，你快走啊！不必，不必。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，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，我这就去见他。啊，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。哎，好，种菜去吧。哎，是我儿的功德，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是我公婆的功德啊！哎，菩萨保佑，保佑他们寿比南山。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，都给我。展开，展开，展开，展开！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嘛，等人家拜完了，你们再拜呀！啊，嗯，来，孩子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走。嗯，娘，我来。搀着你娘，哎，慢慢走啊，哎，慢慢走。施主布施一万两，阿弥陀佛，功德无量。阿弥陀佛。请施主后院用茶。谢谢。哎，济公法师呢？来了。哦，
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，老身十分欢喜。阿弥陀佛。想我托祖上之福，也算享尽人间富贵，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，吃睡不香，还求法师为我祷助。身在室中静坐，心如明月当空。哦，明白了。法师要我抛却烦恼，独守己心，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？请看，嗡嘛呢叭呢哄。呀，真好看。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为娘看不见。嘿嘿，看得见的，看得见的，嗡嘛呢叭呢哄。我看见了。我看见了。娃儿，娘看见。娘，老身今日亲见奇迹，济公果有法力呀。哎，这并非贫僧法力，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，造化所得。哦，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啊？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？哎，皆依唆使，奉上善心，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，同样福田广大。海光，佛无分别心。哎，好香啊。大师父，大师父。好香啊，真鲜，这是你喝的酒啊？嗯，果然香。我倒一点了。再喝一点儿，喝，那我喝了啊。这是醋啊。还是吃兔腿吧。我吃了。这是萝卜呀。在心与莲花水，秘密
活活颠颠倒倒，嫉妒一轮回。昨天是你，今天是我，明天又是谁？来来去去，起起落落，往心生烦恼。莲花水，妙石，来来来来来，喏，那还有块兔肉，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！啊，大师傅，嗯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大师傅，嗯，我已经尝过了。哦，已经尝过了，什么时候？嗯，昨天你睡觉的时候，嗯，我就偷偷的。你呀你呀，哦，不过起来起来起来啊，你还算好，嗯，敢做敢当啊。味道怎么样？是萝卜。哎，怎么是萝卜呢？我吃的就是萝卜嘛。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？嗯，因为啊，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啦。怎么说，那酒你也尝了咯。啊，嗯，味道怎么样啊？是醋。哎，怎么是醋呢？嗯，酸的。真是妙不可言呐，啊，正好啊，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。大师傅，哎，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？哎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反正啊，想什么它就是什么，想什么就有什么。大师傅，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？不知道不知道啊，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。嗯，尝尝尝尝尝一尝。辣辣，嗯，啊，辣的。嗯，辣吗？怎么是辣呢？你尝尝尝尝。苦，没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咽咽咽咽咽下去。哎，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。现在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好一点了。哎，再尝尝，再尝尝，再尝尝。嗯，甜的，甜的。哎，不要因为甜就多尝。嘿嘿，小心甜过了头。要知道，酸甜苦辣，人生百味，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。大师傅，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？嗯，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你看，哎，空了。哎。又有了。是空是有，跟我走吧。道济大师既要远行，老衲有一物相赠，留作纪念。出家人不许私产，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，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。海光，老衲作画之后，就由你来主持本寺。
你要弘扬佛法，好自为之。阿弥陀佛。长老，你放心去吧。道吉师傅，给我们看看吧。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。哎，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，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。对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不能看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告诉你们说吧，都是好东西，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。道吉大师，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？我道吉是慈行之人啦，我要它何用呢？道吉大师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我要云游天下，遍尝酸甜苦辣。阿弥陀佛。道吉师傅，你马上就要走了，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，让我们看一看？是啊，看一看吧。岂止让你们看呢，而且啊。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。是的，不能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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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送一件之外，每人再加一个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魔力字。怎么样？不然不给。又出花样。道吉大师啊，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，我们才给你敲啊。对，好。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，偷酒喝，偷肉吃，应当吃这个。那你自己呢？还说我功夫不到，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。道吉大师，你给我一件吧。好。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，偷看女香客，心随境转。阿弥陀佛。道吉师父，你呀，你对佛事不专心，对施主不耐心，要受一记。来，让我们都看看吧。海光，你虽是新任住持，
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，也得吃我一斤毛栗。哎，定完毛栗我就下山，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。不过别忘了，修行正念为上，佛心自会相应。哎，下雨，百姓可就没法活了。哎，陈掌柜，来进香呢。哎，来求求菩萨，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。你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啊？天不下雨，伞卖不出去，伞卖不出去、啊、伞卖不出去，找我呀。哎呦，古世兄生意一向可好啊！托福托福，今年老天照应，久旱无雨，天晴大，一丝风都没有啊！这天一热呀，扇子的生意好极了，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！这不，我来求菩萨保佑，再给几个好天儿。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。哎呦，如此说来，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。哎，古师兄，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。你真想知道？真想知道。想把雨伞卖出去？哎呦，古师兄请讲。好办好办。哦，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。啊，你
七，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？这些啊，不是神仙，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。哦，来，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。请，您那边请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不要下雨啊，不要下雨啊，不要下雨。您那边请。不要下雨啊，菩萨保佑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赶不下。菩萨保佑，不要下雨。菩萨保佑，赶快下雨啊！菩萨保佑，哎呦，不要下雨啊！菩萨保佑，赶快下雨，快快下雨！不要下雨啊！快下，快下，快下！下下下下下下，快下，快下！不要下，不要下，不要下！不要下，不要下，不要下！不要下，不要下！菩萨保佑。菩萨显灵了！哎呀，菩萨显灵了！哎呀，菩萨保佑啊！菩萨保佑啊！菩萨保佑啊！菩萨显灵了！菩萨显灵了！哎，师兄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兄们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阿弥陀佛，怎么了啊？这怎么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活佛！济公活佛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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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不要，起来！活佛，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，打了个盹儿，一个盹儿打了10年啊！哎呀，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啊！哎呀，大家既然想我们，贫僧这不就来了吗？可是你这样，你看我不像啊？啊，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？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。好，那就依你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？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。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。赐福啊，赐福啊，赐福啊，赐福。赐什么福啊？你看我有福，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？哎，你看看。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，所以呀，对你是福，对你就不是福。是对你是福，对他又不是福。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，对他们又不是福啦。哎，所以呀，你看看佛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？活佛教训的极是，教训的极是。惭愧呀，惭愧。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，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。是啊，是。要不然，有了这把宝扇，就什么都不用愁了。不用愁了，不用愁。宝扇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既然是宝扇，宝扇，宝扇，那就送给你们吧。活佛不可，活佛不能送我。活佛不是开玩笑吧？这是真的。贫僧从来不打妄语。你人既然要嘛，那就拿去吧。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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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哎，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！哎，这样是？哎，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！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，你呀，没这个福气。冒汗了。瞧他这样，瞧他这样，瞧他这样了，都变成那样了，越穿越热。是啊。
既然不合用嘛，那只好还给贫僧啦。活佛，我们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。哎，知道知道知道，来，你们跟我来。哎，好，大师傅。哦，你也来了，好，你也跟我走吧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看这里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，啊，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，自可解除旱情。活佛，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？哎呀，求雨是为了解旱情，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？只要有水，管它大小呢，救活一片是一片，排忧解难全凭此心呐、啊，信不信由你了。哎，这话说不是说求雨吗？怎么叫咱们接水呢？啊，哎，水滴得快了。哎，真的，快呀，越来越快。乡亲们，济公活佛说的没错，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！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，接水救田呐、啊！快去，快去呀、啊！快，快去，赶紧的，小心，别撒了，别撒了，一滴都不能撒，一滴都不能撒！快接水去呀、啊！快，接水，接水，快点！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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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水！大家多多浇水，多多浇水啊，多浇点啊。好，把土踩实点，踩实点啊。哎，为了有个好收成，大家要多浇点啊。哎，多浇点，多浇点，多浇点啊。哎，多浇点。下雨了！下雨了！哎呦，下雨了！菩萨保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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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多谢活佛了，多谢活佛，菩萨保佑了，哎，太好了，咱们有救了，咱们有救了，哎呀！卖什么呀？啊，师傅啊，我卖馄饨啊。哦，那好极了，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。哎，快快快快，给我下两碗。不不不不不，
不能卖给师傅吃啊。哎，怎么不能呢？难道你这馅是坏的？哎，怎么说这话呢？我这是上等的鲜肉，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呢、啊、怎么是坏的？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？哎呀，我妈说了啊，出家人不能吃荤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妈还挺明白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，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。哦，不急，快快快，先包先包，先下先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包啊！哎，我给你包，我给你包，我给你包。对，哎，我说，馅包大点啊！哎，不行，师傅，我内急，我先方便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来。哎，不行！哎呀，你急我比你更急呀、啊！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。哎，师傅，先包。别回去，好了吧？哎，快下！哎呀，你这皮儿真厚哦！我这皮儿还厚啊，师傅。不行！哎呦，这肚子太疼了！哎呀，不行！你急我比你更急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！哎呀，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，快给我下，快！那好，那好。我先给你下，哎呀，你真饱汉不知饿汉饥哦！哎，快下！哎，好。哎，那你去吧。我等一会儿就来啊。回来。哎，师傅，我在这儿，你放心啊。放心，熟了你就自己吃啊。哎，回来。哎呀呀呀！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？哎呦，大师傅哎，我妈说了，出家人化缘，管吃，一文钱不要，你就只管吃吧，只管吃。哎呀，活下来看看你这活不行啊！哎呀，你这活不行，我要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活呀？你这是，使劲吹，不行啊！哎，蛮好哎，耐心点，师傅，你耐心点啊！哎，伙计啊，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？哎，师傅，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！怎么了？是我买给我妈吃的。孝敬你妈的呀！哎呀，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。这样，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，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。行啊！我吃了。吃吧。伙计啊，你慢慢拉吧，我走了。别！师傅，你不能走，哎，师傅，哎，你不能走，哎，师傅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？这怎么可以呢？你是喜欢贪念，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？行，还是少走了一步吧。要是再晚一步，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？好了，你也不内急了，贫僧也不吃了，来日再会吧。师傅，走了。哎呀，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，一定是他念你啊。是个孝子，救你一命啊！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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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